每次换比色都会打磨问题。啊，这个没人。啊，对对对，因为换比色都会把背景给打磨嘛。我不喜欢，regular scalp。哦，就是不喜欢那个标准。对啊，对对。好，现在就是我先说一下后面的，然后大川老师接下来是今天最后一首曲子，但没有结束，后面还有大川老师跟悠悠的一首为今天北京站特地准备的一首可以的曲目，是北京站特有的。Thank you.